老太太本姓张，她家要住在东庄上，老头子早就下世去了，在日本鬼子刺刀一下把命伤，土改后二儿子参加了解放军，大儿子和他媳妇参加工作在区城，家里边还有个小孙女，今年8岁了，叫金香。在这一天万里晴空啊，天气好，太阳要照在屋顶上，老大娘端了2盆水，他给那志愿军的伤员来洗衣裳，洗了这个一件又一件，忽听见身背后有人叫大娘，老太太这里的回头看，见一位武装同志站在身旁，只见他高高的个子，圆圆的脸蛋，身穿了一套绿军装，红皮的挎包，金头挎挎包里算不当分满当当。老大娘一见就知道他不是个上士，就是一个事务长。这个老大娘啊，放下了衣裳忙站起，我叫同志，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讲，你是借筷子，你是借碗，你是借扁担，你是借筐，若不然今天星期你们包饺子，你是借菜刀面板擀面杖。同志倒说，那些个东西我不用，我有件旁的事情来商量。老大娘问清面在笑，我笑同志，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讲，只要你大娘我能办得到啊，你大娘一定帮你的忙。我的二儿子也在你们的部队里，他跟你们一个样。同志一听啊，是位军属，有事一定好商量。大娘啊，我是医院的事务长，我就住在前街上，所以这来了一批重伤员，一个个流血太多，又加上长途的车马累得很，我出力要买几只老母鸡，我给伤员去煮鸡汤。老大娘已经来了一批重伤员，我们应当前去看一趟。这位同志出来买鸡，大娘这个心里的拿主张，同志啊，咱家里倒有3只老母鸡，走，你跟我后院去看一趟。老大娘转身头里走，事务长后边的紧跟上他，穿戴过眼的来得快，还不多一时来到鸡窝旁。这个老大娘咕咕把鸡换，抓一把高的扔在地张扬啊，3只鸡都来抢食吃。老大娘一直小让看，同志啊，你看看那只名叫骨骨头，这一只名叫花翅膀，你别看那只长得瘦啊，取名字就叫长尾巴狼，你看这3个乖乖长得多喜人呢，哪一只鸡它能用得上？事务长说，我不知道大娘愿卖不愿卖，我看着3只母鸡全都用得上。老大娘以为他要3只鸡，自己这个心里头拿主张，回手又拿了一根麻绳绳，急忙他把蒙儿带上。这个老大娘才说着说着就抓鸡。事务长心里头暗思量，我买一只是买两只，买两只会不会我难为老大娘？这个老大娘啊，急着忙抓，抓了2只鸡，他摁在地下就捆绑。事务长猛然想起一件事，主任由于我叫大娘，他是不是下蛋的鸡呀？老大娘说，下蛋的母鸡那有何妨啊？事务长说，下蛋的母鸡我不能要，我上那个旁的院里的去望啊。事务长转身往外走啊，老大娘上前忙拦挡，老大娘上前忙拦住，我叫同志啊，你别忙。事务长一见面带笑，大娘啊，下蛋的母鸡杀了可不相当。老大娘问情把头点，说起来这个话我们也这样的想，他们一天就下3个蛋，一个足足的有2两，天天不辣也不空，杀了我也疼得慌。话分两句，你也想一想，同志们为谁负的伤？他们在前线爬冰过雪，吃苦耐劳，流血牺牲为人民了，还不是为了咱们得安康啊？同志们负重伤的回过来休养，咱们照顾是理应当，咱不爱护谁爱护？咱不帮忙谁帮忙啊？别说那伤员想吃鸡，他想吃人参也无妨啊，只要你大娘我办得到啊，你大娘一定帮你的忙啊。下蛋的母亲我也疼爱，要紧伤员早健康。
事务长说，您真是我们志愿军的好妈妈，您真不亏，爱护伤员，一位好大娘，无奈何下蛋母鸡怀有生产，我还是旁的院里的去望望，看如果要有不下蛋的鸡，我买着卖着也相当。老大娘说，你买这个旁人家的鸡我不管，今天你把我的鸡得先带上，这三只母鸡我们亲手喂，它长得又肥又漂亮，商人同志吃了鸡永远也忘不了你大娘，他们要为在人民去打仗表一表你大娘我的热心肠。事务长一听为了难，大娘啊，下蛋的母鸡杀了不相当，下蛋的母鸡无论如何我可不能够要。老大娘说，你要是不要你小看你大娘，事务长不要下蛋的鸡，老大娘她把办法想，低头一记有有有，转身叫声事务长啊，下蛋的母鸡你不要啊，我替你旁的院里的去望望。事务长说，还是我们自己去吧。老大娘说，我去也是一个样，谁家有鸡我们知道买鸡，我比你在行啊，只要你大娘我去说句话，把鸡要拿了大家一块再商量。事务长闻听好好，麻烦大娘你跑一趟。老大娘啊，他把这个事务长就让在里间屋里头坐，他站在外间屋里头拿主张，一把菜刀拿在手啊，迈开了大步我出了上房啊，急急忙忙啊跑到后院，他想把三只母鸡全杀光了。事务长正在屋里把大娘等啊，忽听见后院鸡叫岔了枪啊，急急忙忙啊往后跑，来到后院看个端详啊，怪不得大娘啊让我在屋里等呢，原来他为了这一桩，只见他三只母鸡杀了俩，手里头拿着花翅膀，眼看着大娘要动手，事务长一旁着了慌，急忙上前夺过了鸡。大娘啊，你这是叫我怎么讲？虽说虽把麻绳解，急忙放开了花翅膀。大娘啊，下蛋的母鸡你杀吧的。老大娘说，杀了它就不下蛋了。你再要不要，你可对不起你大娘。事务长赶快把鸡拿回去，拿回去赶快给火房里煮鸡汤啊，火药到材料得好，你煮出鸡汤一种香。事务长只好收下了鸡，再要不要亏了大娘好心肠，既然是大娘真心爱伤员，也不能难为老大娘。忙把这个算盘拿在手，大娘啊，您这杆秤了怎么样？怎么称称一共有多重啊？我打的算盘算算账。老大娘一听他要给钱，我要是收钱可不强。师傅长，你赶快把鸡拿回去，你别打算盘别算账，这个账你可算不清，再好的算盘也算不详。事务长说，我当了几年的事务长了，难道说我算不清这两只鸡的账？老大娘说，不信你就试一试啊，你打着算盘我来念账，鸡有肉它能煮汤，鸡肉肥汤也香啊，商店同志他吃了肉很快就能养好伤，商店同志喝了汤很快身体就健康，身体棒精神爽啊，从归前线去打仗啊，他一人能叫十支枪打，十人能叫百支枪打，百人瞄出了百敌人，百粒子弹出了膛，百个敌人被打倒，百个敌人见阎王当，百口机枪一击打，百门大炮一击放倒，百架飞机齐中中，百辆坦克齐冲当啊，多少爹娘啊得了和平，多少孩子把福享。师傅长怎么样，你替我算算这本账。师傅长一听，我算不了。大娘啊，你这是闹的啥名堂？我家人成徒全都学会，没算过这样的大胜仗。别说我一个事务长，你找上几个会计也赶不上趟。大娘啊，算的不是这个账，怎么称的母鸡几斤有几两啊？一共它能值多少钱？我打了条子好报账。老大娘说，要问我的母鸡能值多少钱，这个价钱我可没法讲。事务长说，市价一斤四千五，咱照着市价怎么样？老大娘问听这么句话，就叫了一声事务长，别看这个母鸡不值钱，你照着市价我赔了账，你仔细算，你仔细想啊，你替我算算这本账的。鸡下蛋它蛋爆鸡，我买了小鸡买小羊，小羊的很快长大了，那大羊就能下小羊，羊要多了换匹马，好马耕地有力量，我的耕地深大，耕地细，我的深耕系统多打粮啊，打了这个粮食仓堆满，我志愿前线去打仗啊，我的母鸡价值千金，你可买不起，这个价钱没法讲。师傅长说，贵贱得有个价啊。
你说的价钱咱们商量。老大娘闻听面带着笑，师傅长啊，你说说话的气思量。你大娘我不是卖鸡的人，你大娘我不会做买卖，也不会交行，你大娘诚心问问咱的志愿军，你要是一给钱小看你大娘。师傅长说，大娘的好意我们感谢，你要是不要钱可不强，我们吃穿都是人民的，人民要是我们军队亲爹娘，人民的利益时时刻刻要照顾我们，公买公卖把制度讲，你不要钱我不要鸡，我不管商业喝汤不喝汤。老大娘问听，好好好，你不要鸡那也无妨，等我把鸡要煮熟了，我亲自慰问去下病房。事务长一听不对劲，您这样的做法更不强。事务长出在了万般无计奈何，拿着帽子他来扣大娘。大娘啊，毛主席亲手定的三大纪律啊，八省主义，我们哪能违反这一桩？这位老大娘时时刻刻爱听毛主席的话，他不慌不忙有主张。事务长，抗美援朝总会有三大号召，我把这个爱国公约定妥当，有一条，好好爱护伤病员，所以他没上车站也没下病房，我送上两只心爱的鸡表一表心意里应当。事务长不让我拥军的爱国公约你违抗。事务长一听巴着巴着嘴，左思右想没有主张的，低头一记摇摇摇，拿起了算盘，大约不到就算开了账，这两只鸡有七斤重啊，那四千五一斤，这四七二十八的，五七三十五的算不得，还巴着巴着一阵响，一算算了三万一千五，拿起四万就给大娘了，丢下了钱，拿起了鸡就往外跑。老大娘上前蒙儿堵上啊，老大娘今晚拾起钱一把，就往这个事务长的口袋里便装了。事务长二次摔下钱，老大娘上前拉住衣裳，他就推啊，他就嚷。这个时间，忽听见门外有人叫金香，门外的进来人一个，身穿着一套灰军装。事务长一见不认识，他心里想，不是村长。是才良，小金香跑到跟前去叫爹爹。师傅长一听才良，他这是大娘的大儿子，今天星期他回的家里来望望，他把这个刚才事情对他说了一遍，想叫他帮着劝劝老大娘。他不料想，他不但不把大娘劝到，回头劝开了事务长。事务长一听不高兴，你说话狂把大娘帮啊，既然你是个区干部，劝大娘收钱理应当，军队的规矩你并不是不知道啊，违反群众纪律谁敢当啊。他听这话也有理，回个头的劝他娘，老娘啊，挣多少收了几个钱行不行啊。老太太一听急得很，区干部做事要合理，不应当这里的有偏向。师傅长老大娘个人他把个人的道理讲了，在一旁难坏了大娘大儿郎了，最后的想个好办法。师傅长你还是把钱给俺娘啊。老太太一听生了气，你把钱给我往哪装啊，叫老娘别着急，我把钱带着咱去上算你二次捐献飞机和大炮志愿，怎么志愿军的去打美国狼啊。老太太闻听好好好，就一个办法才与妥当，买飞机啊，买大炮啊，买了的新式武器送前往啊，志愿军兵车马要撞，早日消灭美国狼，保卫咱们新中国，把朝鲜人民早解放啊，这就是三只鸡啊，一个段，我愿大家加强工作，身体健康。